家了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走！走。怎么样？什么情况？ 出了危险了，大总，大总，你醒醒，醒醒啊！
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，真正我到了。嗯，咱们走。 苏美，陈政委，啊，你来了。是啊，我是无数不登三宝殿。又有新的任务。林萧呢？ 我去找他，狼哥，先带陈政委去古堡。陈政委这边请。自五月徐州沦陷后，日军仍未停止侵华之脚步。六月，明城安庆失守，同时日军兵分数路，分别沿淮河、武胜关及长江向武汉推进。 同时，日军数百架战机对我华中重镇武汉展开连续轰炸，我方军民死伤惨重。对此，蒋委员长号召民众称：“中华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毅力，动员其一切物力、人力，为自卫、为人道，与穷凶极恶之侵略者。” 长期抗战。林秀，有事。陈政委过来了。我知道了，哥，我们去那边等。 今天是第180天。什么？咱们已经180天没有单独说过话了。有那么久吗？可能是我最近比较忙吧。都是借口，我知道你是在躲着我。 我没有，你有。你知道，你在鬼子面前勇往直前，无所畏惧；可是，在感情面前，你为什么要逃避？为什么要逃避？你知道，感情和杀敌不一样，只要敌人一天没有被消灭，我就可以一直去战斗。可是感情只有一次，如果没了，就再也没有了。可是你这样就是在逃避。所以你怎么看？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